启示录第二章一节，你着写批予伊弗所教会的使者，讲迄个正手摕七粒星，伫七个金灯台中间行的，讲我知你的行为乐苦忍耐，也知你也未用恩派人。你也捌试验迄个家己称作使徒，却毋是使徒的，看出因是白贼。你也会忍耐，捌为着我的命劳苦，并无亚神。四节，然而有一项事，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从起头的爱心离开。五节，所以应当记得你对倒位对了的，并得悔改，行起头所行的事。你若无悔改，我就要临到你遐，将你的灯台对原位刷去。六十，若是你要有一项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所怨恨尼哥拉东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圣灵对众教会所讲的话，既然有耳孔的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人，我要将神乐园中活命树的果子赐予伊食。八十，你着写批予示威那教会的使者，讲，迄、那个起头的，甲落尾的，要死来服我的，讲，我知你的患难，甲你的善向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，迄、那个家己称是犹太人所讲诽谤的话，其实因毋是犹太人，就是撒旦会的人。十十，你将要受的艰苦，你唔免惊，魔鬼要将恁中间几落人吓落家，互恁拄着试炼，恁要受患难十日。你也着地势忠心，我就赐予你迄个活命的冠冕。十一节，圣灵对众教会所讲的话，既然有耳孔的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人，决断无受第二摆死的害。十二节。你着写批予别家摩教会的使者，讲，迄、那个有啥物来剑的讲，我知你所住的位就是有撒旦座位的所在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伫恁中间，撒旦所占的位受胎的时，你要坚守我的名，无拒绝我的道。十四节，然而有几项事，我要责备你。因为伫你遐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，这个巴兰捌教导巴力，将塔盖的米下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予因食这偶像的米，煞惊奸淫的事。你遐也有人照样服从尼哥拉东人的教训。十六节，所以你得悔改，若无悔改，我就紧紧到你遐，要用我的嘴的剑攻击因。十七节，圣灵对众教会所讲的话，既然有耳孔的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人，我要用迄个稳重的玛纳赐予伊，佮赐伊一块白石，就定下新的名。除了迄个领受的以外，无人捌伊。十八节，你着写批予吹啊吹力教会的使者，讲。迄、那个目睭亲像火焰，脚亲像光亮的灯的神的囝，讲我知你的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搁知你落尾所行的好事，比起头所行的较济。二十节，然而有一项事，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用阮迄个家己称是先知的福音人亚西伯。教导我的仆人，因有因行奸淫，食这偶像的米。二一节，我捌予伊悔改机会，伊却毋肯悔改伊的淫行。二二节，看，我要予伊病倒伫蚊床，遐甲伊行淫的人，若无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予因当受大患难。二三节，我要用死灭伊的奸淫。我众教会知，我是迄个察看人的心肠的，也要照恁的行为报应恁个人。二四节，
那是恁吹啊吹来记忆的人，就是一切无承受迄个教训，唔捌因所上所讲撒旦亲恶的事的人。我甲恁讲，我无将别个重担扛伫恁身上，独独恁已经有诶，总得持守，等到我来。伊拉扎，迄、那个得胜的人，搁遵守我命令到落尾，我要赐予伊官兵治理列国，伊要用铁拐啊管辖因，将因亲像妖火的火气受拍碎，亲像我对我的白领袖的官兵一样。我搁要将启明星赐予伊，圣灵对众教会所讲的话，既然有耳孔的就应当听。